通知，小朋友们不能收作业，小朋友们不能收作业，否则后果自负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为什么呀？我倒要试试，说出来会怎么样？作业，作业，作业！贝尔，贝尔，警报，警报！贝尔，你快去写作业。我这就去写作业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我们回家一定不能说这两个字。只要大宝说出来作业两个字，就要写好多的作业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大宝，今天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妈妈。什么？大宝，你刚刚说你写完什么了？我写完作业了。大宝，大宝，警报，警报。大宝，你要写作业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说出来了？妈妈，我回来了。白雪，你上课回家首先要写什么呢？妈妈，我写完了。白雪，你写完什么了？妈妈，你看。哎呀，怎么让白雪说出来作业两个字呀？有了，白雪，这个念什么？妈妈，你是不是想让我说出来作业两个字呀？我是不会说的。白雪，白雪，警报，警报。啊，我怎么一不小心。白雪，你快写作业吧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熊妹，你写作业了吗？我写完作业了。熊妹真乖。妈妈，你不能让我说出那两个字。哪两个字啊？男人去作业了。熊妹，熊妹，警报，警报。小孩子真好哄。熊妹，你要写作业了。哎呀，我昨天写了一晚上的作业，我也是，我都有黑眼圈了。不能让妈妈们一直这样。那我们去找小精灵吧。小精灵，小精灵，怎么了？白雪、贝尔、熊妹、大宝。小精灵是这样的。什么？大人们怎么能这样做？是啊，我们都没有时间玩。小精灵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好，让我把警报魔法修改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只要家长们说玩字，你们就可以去玩了。好耶！今天也让孩子们写好多作业。妈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嘿嘿，我要让妈妈主动说玩字。妈妈，我写完了，给你，我要出去玩。赶快让贝尔说出作业两个字。贝尔，你给我的是什么呀？对啊，孩子们，贝尔拿的是什么呀？是作业呀，我们要出去玩。贝尔，你中计了，你不能出去玩。是啊，写作业不能出去玩。玩玩玩，耶，可以出去玩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家长朋友们，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要劳逸结合，要让我们有时间玩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不及不及汪雷送我情。白雪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哦，熊妹，对不起，我还要看书呢。啊，好吧。贝尔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我和妈妈约好了要去逛街，你去找大宝吧。大宝哥哥，黑暗魔王哥哥，我想和你们一起玩。不行不行，这个游戏只要两个人玩就够了，不能带你一起玩。我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家和我玩呀？有了，我可以这样。大家再见了，我要离开桃花王国了。啊，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早上妈妈才告诉我的，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熊妹，别哭了，这几天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对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，我们都陪着你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大家这么好，我是不是不应该骗他们？啊，但这件真好玩。白雪姐姐，谢谢你陪我玩。可惜以后不能一起玩了。白雪姐姐，其实到我了吧。熊妹，快和我走，我们去逛街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。白雪姐姐，谢谢你。白雪姐姐，你给我买的东西太多了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逛街了，当然要给你多买点东西啊。熊妹，我们找了一个三个人一起玩的游戏，快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好，我和你们去。呀，我赢了！蓝宝哥哥、黑暗魔王哥哥，这个游戏真好玩。太好了，熊妹，我们还怕你不喜欢呢。大家对我这么好，我却说谎骗大家，这样太不应该了。我还是找机会把真相告诉他们吧。熊妹，对不起，之前你找我玩的时候，我没有陪你。还有我和妈妈逛街就拒绝了你，明明可以三个人一起的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还有我们早知道就多陪你打游戏了。对不起，你们不用这样。其实一想到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就想哭。我也舍不得你，你们两个太讨厌了，说的我也想哭了。熊妹，就算你离开了，我们也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，你绝对不能忘记童话王国。马雪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大家哭得这么伤心，
我要是把迪夏说出来，他们肯定会生气的。我还是离开童话王国吧。哎，姐姐姐，你们别哭了，我要走了。熊妹，你妈妈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，你不用离开童话王国了。太好了，熊妹，你不用离开了。小精灵，谢谢你帮我圆谎。不用谢，就当是我们俩的小秘密吧。嗯，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次。筷子和曼多拉哪个能吃饭？曼多拉。熊妹答对。哦，手机和可乐哪个能喝？手机。贝尔答对。哦，蚂蚁和恐龙哪个体积大？我知道，恐龙。不对，是蚂蚁。白雪答对。大宝，你怎么什么都不会？你给我回家好好反省。哦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妈妈，你说筷子和曼多拉哪个能用来吃饭？当然是曼多拉了。什么？那手机和可乐哪个能喝？当然是手机了。那蚂蚁和恐龙哪个体积大？那肯定是蚂蚁了。大宝，你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？可是妈妈，筷子和曼多拉肯定是筷子能用来吃饭，手机和可乐肯定是可乐能喝，蚂蚁和……好了好了，大宝，你别说了，你每天上学学的都是什么？什么都不会，气死我了。今天不要吃饭了。不是我的错，是你们的错。大家怎么都不正常了？宝宝，你快告诉我，为什么大家都不正常了？大家都很正常啊。吴伯伯，你可以用回忆之镜看看今天教室里发生的，还有我妈妈说的，大家真的都不正常了。好，我看看回忆之镜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，吴伯伯？大家不知道怎么了，你快帮帮大家吧。大宝，大家说的都是对的，只有你一个人是错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，他们说的才是错的。大宝，不信你再看一遍。筷子和曼多拉哪个不能吃饭？曼多拉。熊妹答对。手机和可乐哪个不能喝？手机。贝尔答对。蚂蚁和恐龙哪个体积不大？我知道，恐龙。不对，是蚂蚁。白雪答对。你看，老师一直都在说不对的是哪个，而你却答的是对的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错了？这为什么这和我听到的不一样？大宝，你应该是中了步子魔法，所有的步子你都听不到了。什么？那回去妈妈呢？回去妈妈也说了步子，不信你再看一遍回忆之镜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妈妈，你说筷子和曼多拉哪个能吃饭？当然不是曼多拉了。什么？那手机和可乐哪个能喝？当然不是手机了。那蚂蚁和恐龙哪个体积大？那肯定不是蚂蚁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其实一直错的都是你，是你听的话出了问题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我怎么会中步子魔法呢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大宝，只有在一天内说500个步子的小朋友才会中步子魔法。你想想，你有没有说过？我想想。大宝，快起床去刷牙洗脸了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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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。大宝，快去读书写作业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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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宝，快别看手机电视了，休息一下眼睛。不不不不不不。我就是说了好多的步子，妈妈让我干什么我就不干，老是说不不不不不。怪不得你会中步子魔法，你真是太叛逆了，老是不听妈妈的话。那怎么办啊？吴伯伯，我要怎么才能解除掉步子魔法？哎，以后少说步子就会自动解除了。我知道了。其实我已经帮大宝解除掉步子魔法了，可是为了让大宝改掉他叛逆的性格，多听妈妈的话，我就没有告诉大宝。小朋友们，妈妈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你们可都要多多听妈妈的话，点赞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白雪姐姐，你为什么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？我们的手被粘在一起了，快帮我们分开。啊！别着急，你们现在走路都看不到路，很容易摔倒的。熊妹大宝，你们怎么能撞贝尔？黑魔王，你误会了，熊妹和大宝是在帮我和白雪分开。那也不行啊，这样做不仅会弄伤你们，而且就算能分开也会很疼吧。好吧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要知道了，拜拜。还有什么办法？明天就要上学了，我们的手粘在一起肯定不能上课。你们的手为什么会粘住？我和白雪一起粘东西，可是用什么胶都粘不牢。我们就问希娜借了特制的魔法胶水。那也不应该涂在手上啊。我们没有涂在手上，只是胶水不小心蹭在手上了。终于粘好后，我们开心的击掌，没想到就被粘在一起了。看来手上蹭了胶水应该马上清理掉，不能随便摸东西。我们自己分不开，还是找凯莉阿姨帮忙吧，他一定有办法。
我们也无能为力。什么？这瓶胶水不是你们做的吗？这瓶胶水是我做的，可是被它沾上的东西用魔法也分不开，我平时都不让人用的，没想到希娜会把它拿出来。白雪贝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看上面写着胶水就给你们了，没想到不能乱用，我应该问问妈妈的。难道我们的手要永远粘在一起了吗？我们只想分开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们的。不知道希娜什么时候才能想到办法，不如你们去看医生吧，医生叔叔说不定有办法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啊？难道白雪姐姐和贝尔姐姐也害怕打针吃药？如果只是打针吃药就好了，我们怕万一医生叔叔要给我们做手术才能分开怎么办？想想我都要发抖了。我从书上看到一些方法，或许能把你们分开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快试试。方法一，涂抹风油精，等胶水融化之后洗手就可以了。好像粘得不那么紧了，可还是分不开。方法二，把手放进温水里泡一泡。这个简单。这次好像不太管用。奇怪，不好意思，我看漏了一个，这个方法在刚被胶水粘住的时候才有用。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白雪和贝尔贴在一起干什么？妈妈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快去医院。我们不想做手术。这点小问题才不用做手术，也不用打针吃药，医生用特制的油帮你们擦一擦就好了。医生叔叔这么厉害？那当然了，大家遇到困难不要害怕，及时告诉家长，说不定很容易就解决了。点赞关注，下一期再见。